讲话了。小春脸色很臭，看起来快要爆炸，工作人员赶紧上前拍拍他，要他忍下，没想到台下男子继续呛。小春要和台下粉丝来个大合照，已经被呛是拍遗照，小春立即指示远处的工作人员把人带出去，这时台下一阵骚动。意思是有其他粉丝看不下去，与呛声男子爆发冲突，工作人员立即将双方人马带出场外，小春也在台上场控。大家不要紧张，他们会把人拖出去，我们把人拖出去就好，等下叫警察来处理。没事。顽童成员小春在高雄博尔的仓库内举办首次个人专场巡演，没想到遇到有人闹场，工作人员当场报警，警方赶到之后将双方五人都带回派出所调查。现场疑似伤者廖姓男子待办所厘清，为当事人声称未遭殴打，亦不愿提出任何告诉。尽管被打的男子不愿意提告，警方还是要调阅现场监视器，了解涉案情况，依刑法或社会法来侦办。无独有偶，艺人曾沛慈受邀到台南成大草地音乐会演唱，也出现小状况。换你们，我一个人。上舞台时，一个阶梯没踩好，曾沛慈整个人向前跌倒，还好有用手撑住，引起学生一阵惊呼。他赶紧起身，忍痛继续表演。我没事，我没事，帮我一起唱。学生心疼的一起跟着曾沛慈唱完整首歌，敬业的精神也获得满场学生热情掌声。民视新闻南部综合报道。